当当来拖两个猫爪收纳罐，我挺好奇，为啥总有人问我模具在哪儿买的？你随便搁网上一搜就能搜到。你说我搁哪儿买的？我搁月球买的，你去买不？还有问我怎么订的，我说你加朋友圈那个号，他给我来一句说要钱不？大哥，不要钱要命啊！我也要不起呀、啊！你现在眼珠子看到的所有东西都是我花钱买的，模具、滴胶、色巾、闪粉、背景布，那还能是伸手要来的？今天是白紫色的一个收纳罐配色，我们来看一下。轻轻的把它拽开，盖子 perfect，罐身。喂，完美！哇，这颜色太奶了，太鲜了，太可了。这个盖子是可以扣上的哈。最新款的闪粉罐罐，哇，我瞎了，太闪了。看一下，我的妈呀，简直是爆闪啊！瞎了。我发现这个色精滴下去好像倒立的荷叶哦，把它搅拌一下，哦，原来是透白色。这是我想了很久才买的一个蛋糕收纳罐，盖子部分呢还是空心盖的一个设计，除了省胶之外呢，用起来也会比较轻便。但是这个第一次做还是有点失败了。下面罐子的部分还好，没有什么问题。可是盖子部分的边缘因为雪糕棒接触到了，导致它不是很平整。那我该怎么办呢？拿一根绳子把那两个钉子给挑起来，悬在空中。有没有大神给我支支招呀？我又开始手痒买翻模模具了。这种模具是人工做的，全硅胶的，所以说价格会比较贵。现在做的这一步是在吸泡泡，因为下面是一个蝴蝶的形状，所以要把泡泡吸干净一点。然后把胶给倒满，透黑的滴胶不够了，干脆倒一点透白的滴胶晕染吧。等第二天脱模，叮，第二天到了，把这个罐身先翻出来，模具真的非常的亮，你们看一下成品的效果，下面晕染还蛮好看的。然后再脱一下这个盖子，盖子真的好难脱呀，我拔了好久才拔出来，这蝴蝶上全都是气泡，有点软，我把这个蝴蝶给掰开了一点。OK，这个就是方形蝴蝶罐的整体效果。来吧，今天咱们调一个透咖啡色。这个颜色单看可能有点老气，但是放在今天这个收纳罐笔筒里面是绝绝子。不知道眼尖的有没有看出来，这是 LV 的老花收纳罐，又是我斥巨资买下来的。叮，脱模时间到，我已经不知道干了多少次这种缺心眼子的事儿了。在收纳罐快干的时候，我看到冒了一些炸胶的泡泡，我就自暴自弃了。盖子也没做满，就给脱模了。实际上，盖子上是可以做手机支架的。OK，看一下整体效果是不是很富贵呀？最后给你们模拟一张手机支架的样式。我又来瞎折腾了，看看这是什么？上面那个孔孔太小了，用小刀把模具给划开。Oh my god，这么多气泡！没事，冷静冷静，我已经有心理准备了。当当，冰淇淋，可爱不可爱？这个想法我已经在心里放了有一个月了，今天终于实现了，把 Rico 系列的小东西全部弄在一个收纳罐的盖子上面。最小的那个小兔兔呢，放在前面当手机支架上胶。前两天我收到一个私信，他跟我说：“姐姐，我很喜欢玩滴胶，但是我的朋友都说这个东西卖不出去的，让我不要做。你觉得我该怎么办呢？”凉拌、炒鸡蛋，又好吃又好看，这种问题也来问我，你自己心里没有答案吗？别人不让你做，你就不做了吗？那你还是别做了吧，意志力如此不坚定，也坚持不了多久的。这个模具收到的时候，我真的是一脸懵波一呀、啊，怎么是个这样的内饰呢？今天我尝试了一个不透的颜色，粉白晕染。晕染的话，诀窍就是你要把胶放得稠一点，不要太稀了。太稀的话，晕出来的可能就会两个颜色全部裹在一起。但是也不能放得太粘稠了，那样的话容易出现很多气泡。滴胶就是要靠实践来总结经验的，你光想光问是没用的。来吧，脱模看看它是个什么东东。
当当，原来是个木马收纳盒，本来就小，中间还给我整个一分为二，装点戒指、项链、首饰啥的吧。当当来拖这个克罗心收纳罐，有些朋友不懂啊，就问我说是不是想做什么就能做出什么来？不是的，是有模具才能做，就是你们视频里面看到那个白色被我脱下来的那个东西，开一个这样的模具就要花12000啊，所以不是你想做啥就能做啥的。那个让我做马桶的，不好意思啊，我这小庙真整不了，真整不了。看看我新买的玫瑰花模具，超好看，有没有？滴了一点透红色精，然后不要把它完全搅开，直接倒到模具里面去，就是想做出这种若隐若现的感觉。这里边的泡泡真是能把我给弄死呀！这一层基本干了之后，再倒第二层的胶水。叮，第二天脱模啦！明明挑了10分钟的泡，结果还是有这么多泡，我真的自闭了呀！不过好像也不太影响它的美哦。罐身部分我做的是全透明的，易胶的地方可以打磨掉的哈，这个不用担心。月亮眨眨眼睛，我把你放在手心，那几个字说出去又怕你假装听不清，叮叮咚咚，怎么今晚突然好安静？来，今天老沙用地胶给你们整金针菇啊！就用这一套晕染色精。其实我在刚入滴胶坑的时候就知道有这种色精，但是不知道为什么，当时就没什么感觉，不感冒。直到有一天，我刷到了一个博主，他做这个模具，我觉得好好玩啊，里面居然有那种金针菇的感觉，哎，我就跃跃欲试，也自己整了一套。它这种色精是需要先滴一层有颜色的，再滴白色的，然后再滴有颜色的，再滴白色的，就不断的重复。但是该重复多少遍呢？也没有人给你一个标准。反正也没有说明书，我就是凭着感觉瞎整的。你别说，这玩意儿真的挺上头的呀！它快速变化的那个过程，就像风起云涌的那种感觉一样。玩的时候是挺开心的，玩完了发现手上全部都是色精，而且我洗不掉呀，真要命啊！到脱模这一步的时候，我都有点舍不得弄下来，我觉得好漂亮啊，一块一块像宝石一样。第一块是没有金针菇的，再来看一下第二块。还是没有，它这个纹理并没有留下来，我也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里。放大看，感觉里面真的好神奇啊，像是另外的一个世界。到目前为止，一个金针菇都没出现，直到这个玫红色，哎，有那么点感觉了，发现没？它这个流淌下来了，橘红色的也有，但是不太多。最让我惊艳的是这一个金字塔，虽然也没有种出金针菇，但是这里面的纹理也太好看了吧！总结一下，就是下次还整。来，今天用滴胶给你们做一个不灵不灵的望远镜儿，主打就是一个圣胶出奇迹啊！把所有剩下的胶水都给它怼进去。模具呢是人家送我的，加之这个数，谁今天要是能截到了，我就叫你一声爸爸。哎呀，等待滴胶凝固的时间实在是太漫长了，要不咱们来运动一下吧？你能不能像个正常人？行，我闭嘴行了吧？不是说做望远镜吗？嘿，骗的就是你这种老实巴交的。该说不说，这个蝴蝶结真是要把我眼睛给闪瞎了呀！一博新款流沙，库洛米新款流沙，哇，做的这样子的，蜡笔小新的新款流沙，喂，前面做了3个颜色，这都是我随便做的。
琳娜贝尔。哇，这个好粉嫩的感觉呀，好喜欢这个。请问这个是达菲熊吗？会。哇，前面是粉色的闪粉。草莓熊。完了，这怎么好几个点点？好可爱呀。这是叫啥我不知道。会。哇，透蓝色的。好看好看。小仓鼠吃草莓，粉粉嫩嫩，可可爱爱。这是什么？星之卡比吗？但是颜色不对呀。这是巨型的哦，也是现成的。小恐龙流沙也是新款，黄绿的。哎呀呀，好可爱呀！来，今天用滴胶给你们做个古时候的东西。一杯透白色，一杯透抹茶绿，再撒点盐。不要问我为啥撒盐啊，你要想撒糖也可以的。请把公屏打在荒谬上。哎，我开玩笑的，你要是真撒糖了，别说认识老沙。这空心盖是帮我省了不少胶呀，但是得不停的推它，给它推到正中间去。冠身总结一个字儿就是吃胶啊，搞了三杯才搞满。来，掏出老沙的御用指甲刀，先把这个空心盖给它抠出来。哎呀我去，一个泡都没有，一般空心盖底下全是泡才对，所以这次叫什么叫恩赐。乖乖，你看这盖子好亮啊。这么厚重的模具我还专门去查了一下，花了这个数，嘿嘿，截不到吧。我要拿它做一个超级大的摆台，你们可以期待一下。来，今天给你们做一个史上最小收纳罐，应该没有比它更小的了。在白色的地胶里我放了一点非常哈拉少的东西啊，我先卖个关子。宝贝们，我搁这捯饬3年，学员都快300个了，还有人问我这倒的水是什么水，一定要问的话那就是忘情水吧。你看老沙的这杯水是不是很神奇，过2天它就能凝固了。答案揭晓，这是一个克罗心的超迷你收纳罐，这小东西花了我这个数，嘿嘿，我就不信你们这次还能截到。白色的滴胶里面我加了一点光变粉，当它遇到阳光的时候就会变成紫色，避开光线之后它又会逐渐变成白色的，是不是很神奇。来，今天给你们用滴胶做一个蛋糕啊，而且是双层的。但凡是我做收纳罐啊，指定是有人在评论区说，哎，这真的可以当骨灰盒，哎，很漂亮，等我嘎了我也给你订一个。咱就是说能不能活着的时候就找我订，不要等嘎了以后啊，我怪害怕的。开玩笑开玩笑，这个新业务我是真的我有点承受不了。之前我们做的叠叠乐都是上下一般大的，它这一款呢就是上面的小一些，下面的大一些，这样才能出现那种蛋糕的感觉。就是这个泡啊，着实是有点多呀。盖子一盖，我去，这不就是蛋糕本糕吗？最上面的那一层可以用奶油胶把娃娃镶上去做个手机支架。哇塞，这个 Rico 也太配了吧。不看尺寸买东西的下场就是我这样的啊，本来想买个指甲壳大小的娃，结果出来这么大个脑壳。那咱们就给它做一个流沙底的手机支架吧。这流沙坑是怎么做的呢？就是这么做的啊，滴滴滴滴，懂的都懂。有学员问我说，怎么样能让这个流沙油特别的满，不让它在里边半瓶子逛荡啊？那你就是选用这种后打孔注流沙油的方式就可以搞定了。封住之后左右晃动一下，看看有没有漏油的情况，没有漏油之后你再操作下一步。虽然我从来没有玩过星之卡比这个游戏，但是只要是粉嫩的娃我真的就贼上头。这还不是个普通底座，它的底部是有那种星星的内凹底儿。我以为做出来会看不见，但实际上还是挺明显的，即使从正面也能看到。这小彩球流动起来真的好好玩，我感觉我坐在这可以玩一整天。好啦，你们还想看什么公仔的手机支架，评论区点菜吧。好几个学员都催着我要这个摆台的教程，没问题，安排。首先咱们来整花朵吧，这一版跟后面的几个大花都是新款的模具。先倒一半透紫色，然后捏吧捏吧，把那些气泡给捏出来，然后再封白色的。记得过1-2个小时之后去检查一下气泡有没有冒上来，给它吸掉。咱们来脱模看一下花朵的成品怎么样。好好看呀，尤其是这个紫色的，我太喜欢了。有没有跟我一样对花粉过敏，但是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种花儿？我记得有一年在广州逛花街，满脸长的都是包。接下来咱们来做一下底座，就随便倒啊，不要太规整，规整了反而不好看了。
倒完实色再倒一点透色进去，就让它们互相晕染一下子。千万别想着控制它的流向，那是不可能的哈。掏出蓝牙音响、小夜灯、郁金香的笔筒、花朵还有叶子，主角是泡泡玛特 SP 温度系列的两只盲盒，用胶枪把这些配件全部给粘上去。历时九天，这个摆台终于可以脱模了，来一起看一下成品。叶子我怕运输的过程中容易断，就没给它安上去，后期可以用胶水粘一下。功能就是手机支架、笔筒、小夜灯、蓝牙音响，开关跟充电口在背后。那个啥，千万别让你对象发现这个门能打开，这里边还带拐角的，可以藏点私房钱呢。有没有听说过知识诅咒，就是一旦会了的人理解不了那些不会的人。所以我真的很难想象在做手工的过程中你们是被什么问题给困住了，评论区留言我瞅瞅吧。今天给你们整10个奶油胶手机壳背夹，这东西都见过了吧。做之前一定要把这个膜给撕掉，上来管它3G21，先打个白底再说。哎，但是你别看它小啊，它不好整，因为它就这么大点儿，你还想给它做好看，你得花点心思。看到我桌上贴的那一张贴纸了吗？正好就跟我今天做的这些色系很搭配。我经常跟我的学员们说，一定要做自己擅长的事情。我觉得高手并不是什么都会，而是学会不为难自己。像我个人就特别喜欢做这种五颜六色的，看着心情会很好。但如果你让我做莫兰迪色系，我就会觉得很痛苦。OK， 奶油胶完全干透之后，咱们就给它串一个手提链。它这个两边开口都是可以伸缩的，所以对手机的型号没有什么要求，任何手机都可以。内侧三面都有防滑贴，提起来的话手机也不会掉。这10个新款背夹我就留在周五晚上8点的直播间给你们拍啦。我感觉奶油胶背夹会威胁到奶油胶手机壳的地位，因为它轻便了很多，有没有？嗯，我想好了，等我去迪士尼之前，我就给自己做一个奶油胶手机壳背夹，出去嘚瑟拍照用。看看这是啥，我发现我真的很擅长找同色系的娃娃。劳拉这只娃特别大，它属于是太空舱系列的。这个星空摆台我之前做的是 demo 那一款，今天咱们就用劳拉来试一试。来给你们看一下我这个饱经风霜的胶枪，上面沾满了我们家狗跟猫猫的毛，一看就是我哥的，有点子心虚，好像真是我的毛尾。上次有人问我云朵屏风是什么，就是我现在手里这个自己做的。娃放上去的一瞬间我都惊呆了，跟蓝牙音响的这个颜色真的是绝配呀。最后星星、月亮、云朵都给它安排上，然后就可以封层了。有没有银河的感觉？我撒了好多小星星。开关在背后，我先给它抠开，然后连接蓝牙。我发现它还附送的有一个遥控器，可以调色的诶，这氛围我妈看了都说想跳 disco。 来给你们整首歌。看看我这么多作品也知道我是一个龙猫狂热爱好者，今天我就带你们去看一下真正的龙猫。这家店我曾经在10年逛过一次，没想到现在还坚挺着，就在广州的天河南二路。它的门口有一个介绍说，龙猫不需要打疫苗，不需要绝育，不需要做体外驱虫，不需要剪指甲，身上也不会有体臭，感觉猫狗直接是躺枪了。不过这个价格也是有点吓到我，6000多一只。但是龙猫平均的寿命有15到20年，长的话可以到达30多年，而且还拥有3岁宝宝的智商。听了这个介绍我真的有点心动了。不仅如此，它还终身不需要水洗，无任何异味。我的妈呀，我感觉我都像个卖龙猫的。一切都很美好啊，唯一的缺点就是这家店没给我1分推广费。又整了几个冰箱贴， Rico 的，这个是后放吸铁石的哈，这个叫什么茉莉吗，忘记它名字了。这个是浅的，先放吸铁石的。罗拉，差点忘记它名字了都。SP Panda， 卓大王，它最可爱。Minico， 是叫 Minico 吧？看一下它上铁板的效果啊，吸得嘎嘎紧。哎呀妈呀！哎呀妈呀！吸得我手都疼了。做这个摆台真的把我心态搞崩掉了。底座呢是一个独家款，就是说做模具的这个小姐姐她申请了版权。
我之前不是说过吗，真的特别讨厌做这种需要填色的东西，但是因为这个摆台太好看了，我没忍住我就接了。尴尬的是这颜色我跳着跳着自己就跳不明白了，然后最后就开始胡乱整。它中间有那种非常细的小条条，你也要先用滴胶给它封住了之后再到最后的封层。脱完膜之后我真的心态炸裂了，这么费劲儿的去做结果还是有泡，我不甘心啊，又重做了一把。这次还像那么回事儿，把 SP 温度系列的娃娃都掏出来了，一个一个配，最后选了这两只，再给它搭配一些拱门的造型，白紫色的复古小相框。这是什么东西猜猜看？超级大的拱门。 OK， 成品乍现，你们觉得这款怎么样？是不是很仙？我发现 SP 温度的娃都可以配，随便放两只都行，你们觉得哪一种更好看呢？这不情人节快到了吗，老沙花了3天3夜的时间把这些情侣款的娃娃给搭配出来了。嘿，你别说，这个波波老头他跟谁都能配，发现了吗？先从这俩黑衣爱好者下手吧，既然他俩都爱黑色，那我就不给他整的花里胡哨了。底座用的就是实色黑跟透黑来晕染一下子，叮，3天之后干了。咱们来给它上配件。男生的笔筒用的是这种大圆珠的，这是个什么东西？我先给你们卖个关子啊。小野的身后呢，我放了一棵柿子树，寓意事事如意。再整点相机、小栅栏、咖啡店的小牌牌，还有一个小提琴。给茉莉搭配了一个女性化的花朵笔筒。也放了一个小提琴跟狮子树，寓意他们俩有共同的兴趣爱好。最后封层的时候再上上点睛之笔星星，就有一种夜空下的感觉。摆台中间空出来的那一块是为了放那一盏情侣灯，我跟你们说这个灯真的非常哈拉少。我本来还不以为意啊，心想不就是个小夜灯吗，结果看了说明书才知道它这个是异国恋都可以使用的，即使对方在大洋彼岸也可以隔空点亮你的灯，是不是很神奇？比如说你特别想念对方，或者你们俩之间吵架了有点不好意思沟通，哎，你就可以点亮你的灯，然后他那边的灯也会亮起来。这种互动方式是不是比打字聊天有意思多了呢？而且我发现只要长按5秒钟还会开启它的闪烁模式，这就是你们俩之间的暗号啊。掐指一算我还有8对情侣摆台没做，你们是不是得把我关注一下啊，我这单身狗容易吗？蒸了几个冰箱贴，来吧来吧，结果是桌大王。喂，这个痴心好像很厉害哦，还是桌大王。喂，这是他的这个小篮子，我没有固定好，就是挂在上面的。盘神，我最爱盘神。喂 ，Rico， 他的发量惊人。爆米花妹妹。喂，桌大王梦境系列。接下来看一下他到底吸不吸得住，啪啪啪啪，特别的紧特别的紧，推荐你们这个磁铁真的好好用，千万不要买这种磁铁，这种不好用，非常的不好用，别问我怎么知道的，摔坏了好几个娃娃。我的滴胶破烂居然都在老爷家。我发现这个桌子上呢居然是我做的东西，还有这个笔筒，这还有一个雪花，然后这儿有个手机壳，居然也是我做的，但是手机型号是对不上的。妈，你能不能不要再把我那些滴胶破烂放到姥爷家去了？你看到了，这太不像样，我妈，我能不能我自己给你做点像样的东西啊？那你做呀。那玩意儿你能不能扔了？那手机型号都对不上号，你还给二姨？哎呀妈，太不像话了！那你就给我们一个人买一个吧。那你们的手机型号都800年前的，那手机壳都买不着。防水的。防水的。嗯，我看看，我看看。给，这个是给姥爷的抽纸盒，后边可以放那个遥控器的。这个，你给二姨或者小姨，这俩他们俩选吧，两个保温杯，这下可以了吧？OK 姜饼人的收纳罐你们见过吗？今天咱们来整一下，颜色用的是奶茶色，
这颜色真的可以以假乱真了。给你们推荐一个好的工具，就是这种硅胶笔，它头是软的，然后掏那些看不见的气泡挺好用，也不会把模具给划坏。偷摸看一下它长得好不好看吧。可可爱爱，没有眼袋。救命啊，底部还是有两个气泡。这还不是重点啊，重点是我盖子盖不上，因为边缘溢胶了，得给它裁剪一下。总感觉少了点什么，原来是差的这白边儿啊。这里应该是用针孔去填色，但是我们家有点缺货了，我就用的滴管。当当当当，历时6天的一个收纳罐终于做好了，你们觉得怎么样？我发现它还可以立着放在桌子上，哎，看着心情就特好。我好像真的跟奶油胶不共戴天，反正每次整都得有点幺蛾子，希望这一次啥事儿没有。我现在是学精了，如果底色有两个颜色的话，我会先涂一个颜色，然后再把第二个颜色抹上去。如果你同时两个颜色都挤上去的话，呼它77、49下，最后就变成了一个色儿了。经常有学员问我说，给账号起名字是不是很重要？我觉得这个字儿吧，它重要也不重要。为什么这么说呢？重要是因为你如果起的特别难搜索的名字，到时候人家怎么找你呢，对吧？繁体字呀，或者带英文呐、带符号那种就拉倒吧。不重要呢，是因为你即使叫的再嘎咕的名字，比如像我这个什么狗屁沙髓血，我都不知道这是什么名字，当初完全就是被那个办营业执照给忽悠了。只要你坚持做下去，并且做得很好，被大家认可的话，人家还是能记住你的。哎，你们发现没，我把 Nancy 跟 Bobo 没有放在同一条直线上，为啥吧？因为这个 Nancy 他脑壳子实在是太大了啊！一般照相的时候脑壳大的人他就会往后站。这俩是我自己配的情侣，反正我觉得他俩挺搭的，一个穿洛丽塔，一个穿西装，咋样，你们觉得他俩配不？我玩的就是西海岸，绝对纯正的西海岸，你不动我就让你的膝盖烂，被我改编一下。玩的就是奶油胶，绝对纯正的奶油胶，你不懂我，它也是奶油胶。我今天好无聊啊，给你们娱乐一下。这个底打的是个蝴蝶结的边儿。你们订奶油胶手机壳之前，先想清楚是准备把娃娃寄给我，还是选我们这边的娃。如果是选我的，你就找客服要图片就可以了。这个奶乎乎的小毛毛在月亮上睡觉觉，太可爱了吧，简直萌萌哒。我这辈子都再也不想做这种围边了，你别看它看着简单，真的难受呀，难整得很呢。看着旁边洞也要给它挡住，然后东西还得放斜条，还不能挡住广角摄像头。哎，我这辈子再也不做这个边了，这边从此在我这儿绝迹了啊，再也不做了。明明就不习惯牵手，为何却主动把手勾？你的心思太多，我不会说破。明明就才比较温柔，也许才能给你更多。这两个我没拍。没拍不是忘记拍了，是每次第一次都做坏了，然后又重做的时候就没心情拍了啊。这个是天蝎宝宝，这个是卓大王啥系列的呀？唱歌的小黄鸭吗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这样了哈。这位客服宝宝跟我说，马上他就拿不到手机了，让我不要联系他，随便给他做就行。我说你确定不？他说我确定，我就要盲盒的感觉。 OK， 姐给你安排。一个小王子坐在城堡旁边玩玩木马，喝喝星冰乐，做做白日梦，真美呀。这位客户也是要求自由发挥，因为他有两个娃嘛，其中一个做了简约风，这一款我想给他做个稍微复杂一点的。先打了一个黄色的底，然后上面挤上了他想要的绿色奶油胶。这种挤法我还是第一次做，相对来说肯定要比简约款的拿起来重很多。我把这个小恐龙的尾巴给侧过来了，不然的话就完全看不到了。其实这种娃怎么做都会很可爱，不会丑到哪里去的。怕重的朋友可以选择简约风，或者加一个链条。最后我在他的小脚丫下面放了一个勺子，上面放了两个蛋，恐龙蛋吗？这是。这个客户指定要用小提琴给他做一个手机壳，其他的配件没什么要求。虽然说没什么要求，我还是会跟客户对一下具体放哪些配件，个别有不喜欢的可以换掉。给他打了一个白色晕巧克力色的底，
我觉得如果没有主角的话会很怪，所以就放了一个小熊在上面。他除了会拉大提琴之外还会弹钢琴哦。大笨钟的旁边给他放了一本书，上面放了一个小电话。感觉彪彪有点单调，给他加上了可爱的姜饼人做搭配。这种款式不会特别厚重，个人感觉实用性还是挺强的。小声 BB， 这是我第一次做驾驶本，颜色呢客户让我随便发挥。虽然是第一次，但是咱也不能慌呀，必须拿出做了800年的架势。这个步骤真的太治愈了，最喜欢撕粘胶了。撕完粘胶安排一个复古围边，然后就把富察皇后给按上去。怎么说皇后也得配点名贵的东西吧，来点珍珠花珍珠树，再来一个透明蝴蝶子。 OK， 出锅了。没想到呀，这个小提琴的款式还这么受欢迎。昨天我看到一个评论把我笑死了，他说我有社恐，我不想打电话，请问怎么找你？因为我主页上面挂的有一个号嘛，那个号是让你们用来加那个朋友圈的那个软件的，不是让你们打电话呀，宝贝们。说实话我也有社恐，我是能一个人待着绝对不搞一大帮人在一起。我感觉这个小熊他也有点社恐，他天天就憋在家里玩大提琴、玩照相机、看电视机、喝咖啡，他就是不出门。给他整点姜饼人陪一陪他。社恐不是罪，说完想流泪呀。跟我合作的那个美甲小姐姐，她有事情就不打算做美甲了，所以说我要重新找一个美甲合作的人。你们谁要是有意向的话，来找我一下哈。这个捏捏小鸡呢，你可以随便掐它，但是你不可以把它往下撕，因为如果你徒手去撕的话，它真的会被你撕下来的。最后给你们来首我才学会的歌，嘿，李兰妈妈，哇，都去吃烤马肉，又不拎个老师，又不拎个龙，又不拎个喂发疯没有后。今天用这个 KT 帽和布丁狗做一个手机壳。哎呀，我现在已经习惯了，反正每次我做啥都有人说不好看，都有人说好看，哎，你们爱咋咋地吧。莫名觉得撕这个胶布挺治愈的。我只要一发奶油胶手机壳，评论区最多的问题就是这种手机壳好看是好看，但是怎么打游戏啊，怎么放兜里，重量太重了等等问题。你这个逻辑就好像是找了一个18岁的黄花大闺女，又要求人家会赚钱、顾家、温柔、体贴、专一，还要爱你，你觉得可能吗？谁还没点副作用啊？打游戏不方便你就把它给卸下来呗，兜里放不下。不是，你花这么多钱买了一个这么好看的手机壳，你还放兜里？我不理解。当当，今天来做街舞教练的奶油胶手机壳。这一款的主人非常有想法，所有的样式做法都是他指定的哈，跟我没关系了哈。之前有个姐妹给我留言说好丑，我说行，那我把你拉黑。然后就有人给我留言说你怎么这么玻璃心，那你要我说啥？你说的好，你说的对，要不你来做吧，我下岗了。我这可不叫玻璃心，你敢给我评论我就敢回复，咋的？这小手小嘴谁还没有啊。作为一个每天都要发视频的博主，对于自己的作品一定要有自信。有句话怎么说来着，不爱就拜拜，拜拜就拜拜，下一个更乖。当当，今天来做一个仙女手机壳。这个视角是不是有一点奇怪，因为是我从直播回放里面抠出来的。有时候明明点了录制，但是它就是没有录下来。哎呀，奇葩呀。这款是客户给了一张图，然后我不想跟别人做一样的嘛，怕到时候人家说什么抄袭之类的，所以就用我自己的风格去改了一下。反正总之一句话，就是要特别鲜特别奶。来吧，给我打个分吧。